血压吧，老是偏低。血压还是低的。血压那时候减了。那时候我就量的血压吧，啊，是60，从60-80。哦，嗯。你别说，通过我用的咱们的气血组合之后，和用的加点乐以后，现在血压可是大变了。哦，我现在血压基本上是在75以上，110以上。75-100。啊，都是在这个以上，基本上达到就是很正常的这个血压的这值了。嗯嗯嗯。但我感觉挺。我感觉是挺满意的，好，但是我那个就是吃了很长时间，就是吃中药的血压也没上来过，就用完，你看我是用12月20号用的咱们的气血组合和那个加点乐，哎，现在这才也就将近4个月吧，这血压就升上来了，再一个我有那个心脏病，心脏吧，我是更年期的那年吧，我就那个是。得的那个心脏老偷停，心率慢，心脏偷停，然后心率还是慢的。对，就更年期那年，完了就是折腾好几年，一整出汗，就那个时候我的心脏就不好了。哦，就这个当中我住了好几次院。哎呦，因为你心脏偷停，这个不得不说。觉得那时候在学校里不是那么那啥玩意儿，现在怎么落到这种
地步，就总觉得自己挺自卑的那个感觉。你自卑什么呀？反正就觉着好像没户口，没有工作，就觉着啊，那个时候户口啊，工作确实是。对呀，心情可不好了。反正就这个当中吧，我就返程回家探亲来了。啊。完了，我就是，哎呀，我就心情可不好了，就总寻思这个户口的这事儿。可能当时吧，心情不好，有点就那抑郁，像现在来讲，就是那有点抑郁症那种感觉。但是我总在憋着心里不外吱声。有一天呢，然后我就，哎，就是我妈妈上班了，我就觉得，你看我这么大了，回来我妈上班了，回来还得她自己做饭，我就寻思我起来给她做点饭吧。当时条件都不好，都是那个烧炉子，完了我就起来那个劈腕子，我刚起来劈腕子蹲在门口。就有一个人吧，就是跟我姐姐挺好的，然后我就觉得这关系挺好的。他呢，我当时往那一蹲，刚拿起来扶着那吃饭了，那人就死了，给我跟前抬过去。我当时我一看就给我吓一跳，就给我吓的，就从那天我就觉得我的这个病就是吓的。等会儿你说能不能？他从你的身边抬过去，就是那个人死了是吧？对，死了从你身边抬过去，但是你看了对吧？对呀。完了，当时就给我吓得就不行了。哎呦，我就心里边挺感觉，我怎么这么倒霉呢？就这时候，我怎么就蹲着劈腕子？完，我就一下子就好像脑都嗡一下子，就很难受那种感觉。完了，就从那天开始，我睡不着觉了。是这么回事。啊，对。完，我就睡不着觉，睡不着觉吧，我没跟我妈说。完，我就天天在床躺着，就总感觉好像害怕那种感觉。不用害怕和担心，只要你气血足之后的话，这些问题自然就可以解决。而且呢，我觉得你呢应该去多走一走，就是说正面的东西很就阳光的东西稍微少了一点啊，哎，有点就是郁结了。所以你应该是就是理气解郁，活血散瘀。实际你现在只要是气血跟上的话，你的睡眠状况会更好。我告诉你吧，你现在每天用15克的玫瑰花去泡水喝，然后呢，你可以加上3克的百合，3克的菊络，去增加你的这个疏肝理气的效果，清心安神。啊，这个简单的喝个茶就行。记住，15克玫瑰花，3克菊络，3克百合。你最好是找一个透明的杯子，然后你当热水倒下去之后的话，你会看见它分层次的，那花瓣是很美的。你家里面可以多用一些呢，就是颜色啊稍微鲜艳一点的，然后呢注意通风，这就可以了。就像我说的，生命你不要只看的是它的躯壳，你要看到它还有精神的这一层面。它已经走掉了，就是走掉了，只不过就是每个人以他不同的形式去存在而已。所以说不要再纠结这件事儿。如果在气血逐渐的越来越好的情况之下，这是就没问题的啊，千万不要再去纠结了。就像我说的，气血足的人本身他就不爱去多想这些事情，气血越虚的话，那么干扰可能就越强，所以说自己要注意。好，我们就说到这儿。好，听众朋友，时间关系呢，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，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，下期节目再会。好，以上非常感谢耿静老师的辛苦讲解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。特别就是从2013年元旦开始，把非常节目播出时间更改为上午9点到10点，下午1点30到2点30，晚间21点30到22点30，敬请广大听众朋友准时收听。百岁堂全天24小时健康热线400710333，全省生活保健员地址：哈尔滨市道外区店，红旗大街376号，中山小区28栋1层3号，渤海湾洗浴中心斜对面，道里区店，商学院对面，大明星街72号，通达街与大明星街交叉口，大明星街里走200米，道里区店，通江街165号，厢房区店，新乡里街4号，动力区店，厢房区哈安街2号与幸福路交叉口，平房区店，平房北厂建文街276号，黑龙江省内生活保健员地址：牡丹香一店，东安区东四条路东牡丹街287号，牡丹香二店，爱民区向阳街红旗医院2分院向西100米，牡丹江东宁县店，东宁县东苑小区3区17号门市，西溪店，新丰小区15号B楼5号门，北安店。
店、西岛街和平小学北门西50米、密山店、木林街新农店家属楼东二门市、古林店第二门出所7层30米、一村店二道街新荣社站南新兴小区16号楼、一村南岔店南岔区建国。